伊是高中毕业较尾个啦，阮若我住中山路啦，一间两千万的厝呢，我两间伫遐呢，拢无了了，土地嘛拢无了了，阮的田嘛拢无了了。伊讲反正伊欠人偌济，叫我着爱家己处理啊。啊，你毋甲处理无免啊，囝着一个尔。伊着敢若一个感冒尔，啊感冒到尾仔怎啊败血症？ 住伫台南的黄城桂花，三十五岁迄年，先生就往生。老四个囡仔爱请养，上大汉的才读高中一年啊，上细汉的才五岁。为着这四个囡仔，伊想尽办法做工课，趁钱饲家。本来囡仔大汉了后，伊就会当休困啦，但是后生佫欠人真济钱，找伊斗相共，经济压力。 家里边有，啊，我就拄将迄边。有啊，应该是有啦。今仔来做福田啊，这阮的工课啊。哦。每个礼拜三啊。每个礼拜三。嘿。阮做这有哩轮啊。我正时。 正是正是几啊间啊，但是入来做坐到今五年外呢，2001年较入来，我当初啊，都受阮查囝影响啊，哈哈哈，还是讲你也无咧送啥哦，啊加减啊做安尼啊，出来加减啊做较好过日啦。 迄当迄阵，你的心内嘛，佫侪烦恼个。嗯，啊，烦恼当然嘞，个人有个人个，遐遮有人面着真啊，足济啦。烦恼东，烦恼西，袂啦，即摆无你甲烦恼个啦。去做多呀？较早囡仔，迄落个啊，囡仔济，侪生拢加减啊。较早去囡仔去烦恼个。 啊，无咧，无咩呐。我白栽啦，我白栽，我白迄个。种你栽啊？嘿啊。 啊！这芦荟栽咧做酵素啦，遐久阮咧师姐拢来遮做，阮这组长来叫来教安怎做。做用芦荟吼，加迄个柠檬，会当来做酵素。啊！你若要种较济菜哈？啊，种家己食的啊。家己食。嘿啊，免买啊！像迄个招数栽，我当来，迄个南瓜、牛奶、白菜吼，迄牛奶、白菜足好食，足脆。 啊，小葵，小葵，该栽无蛇药啊吼，安尼看，迄菇形拢安尼，这无拢有生啊，你啊，吼，这小葵咱生到遮大枝，问题拢有无咱无咧蛇药啊啦。啊，即摆无哪通去栽啦，即摆若是栽我冬蚵啊。
年纪大，人也要遐囡仔，当然要食火锅都有啊。我遐早囝、囝婿那当然。三个。三个女儿。嘿啊，两个在台北啊。嘿啊，我家住。师姐，你讲你三个早囝，你唔够一个后生呢？一个后生就住台南嘛，无我住做伙啊。迄个嘛无结婚啊。对。伊就讲住台南，因为伊是迄个口腔癌啊。啊，买迄个回诊较离边啊，总住台南。啊，开刀开几日间啊？伫四五十岁，搁伫为事业拍拼时阵，黄晨桂花算讲是一个伫生理上的女强人。迄个时阵，伊做土地买卖，可以赚袂少钱。啊，毋过有当时啊，钱来了紧，去嘛紧，足足有几啊千万的家底。想袂到才无几年，都予伊自细汉上疼惜、嘛上烦恼的后生，全部败了了。无啊，真是烦恼囡仔尔，啊，都烦恼个囡仔歹囝，安尼母安尼母啊，伫外口安尼一个母母甲无母甲无天无地，安尼母甲一大堆负债啊。伊讲反正伊欠人偌济，叫我着爱家处理啊，啊无人要甲掠去刣啊，要刣伊要割，啊伊着走啊，伊咧走无路啊，啊着转来要求啊。啊！你唔甲处理无免啊，囝就一个尔。啊！你欠人嘛是爱还啊。阮查囝就讲，不要紧啊，咱欠人咧财产卖，甲还的。啊，咱卖较过来赚安尼啦。为什么都卖土啊？啊，卖土地啊？我三十几岁就甲伊死甲，阮因老爸四十一岁就转去。伊是高中毕业较母的啦，哦，迄母有够忝的，一寡财产互伊母了了啊。嗯。本来我住中山路啦，一间两千万的下厝呢，我两间伫遐呢，啊卖无够，佮本来租厝买，我佮过来家己买遮呢。家己的厝拢卖了了。拢卖了了，土地嘛拢卖了了，阮的田嘛拢卖了了。我嘛唔知你做啥，唔知你用哪。古早人讲，迄个是囝负债，是大人爱还。人即卖无你安尼呢？即卖听讲囝翁仔某钱拢分开，财产分开，啊，较早无。较早阮囝钱拢我甲还，甲还七八千万啊。啊，毋过即卖反悔啊，即卖想开啊，钱开了，即卖开啊，我讲好啦，啊，你家己生活，我家己生活安尼啦，啊，要食安尼，免咱免烦恼迄落啦，随要食是咱家己，哦，啊会当过就好啊，啊我哪有你转啊啦，那用就转啊啦，真正啦，钱是欠人就爱还，无唔对啦，啊还了，即卖袂甲母啊啦，即卖有滴互我，有滴互我收费啦，较乖啊，哈，较乖啊，哦，即卖乖有够济啊。啊，欸，要四五十岁也无乖，无免啊。要来做回收啊，环保站。本来这早就出门。啊，有人要来载，爱这早。直接等。等人来载。嘿，啊，这个嘛要去啊。啊，你家己袂晓开车还是骑车？我袂晓，我较接个。我连奥多麦，奥多麦嘛袂晓骑。卡达车嘞？卡达车会啊，啊，问题我骑到遐。足远哦！唔敢骑，唔敢骑，无外远。阮囝不爱我骑。哎，妹，老早，
要过迄边等，好啊。我看过啊。安尼咱过，安尼，阮要过迄边等，等下，伊即摆就免阁往咱遮过啊。我们过来遐载一个啦。桂花后来走入厝子，完全是大汉查某囝黄雪芳的牵引。第一走入厝子这个大家庭了后，桂花渐渐就对后生的烦恼甲失望放下，嘛将生活的重心慢慢转向厝子。伊讲，较早是为着钱，为着后生，嘛为着家庭在过生活。即马到遮来啊，伊决定要过一个互家己满意、无共款的生活。遮无甜啊！做环保的，敢那较好过日啦。啊，老热啊！啊，来去画画，对吧？安尼你更较好过日。啊，无像安再起来去运动，当然无用，那嘛是等死啊。我做是做足久啊，我92年就做，做做休困较过来。再时啊，当然有阵就拢去人家泡茶啦。我若要泡茶，人会念呢，会想呢。我这我若无想坐囡仔要泡茶，讲无你这过是你无用，那卡拢无来泡茶啊。我若要去，就是去，因拢因知影啦。我念讲吼，你比人个做大事业较无用，本来就拢较无好嘞。好啊，安尼较好啊。啊，阮仔囝就是叫我爱安尼出来啊，啊无家一个人要担心使用啊。啊，囡仔拢搬搬出来，啊，咱家己要吃，家一个人足自由。转来，我饭拢一日拢煮两三块啊，啊冰起来，冻起来，啊要吃甜瓜起来流。我拢安尼啦，足简单诶，生活足单纯诶，无咧用啊。那是日本时代出世诶人，看到陈国千代名，拢会叫伊一声齐玉口，就是千代子诶日语。伊真有气质，先生来厝诶相亲，头一摆看到伊就真喜欢。两个人结婚了后，先生的事业顺利，囡仔嘛平安大汉。当两个人伫咧安排退休生活的时阵，先生忽然间得着败血病亡生，无法度接受事实的牵带，伊是要安怎呢？哈，嘿，我拿钱过来。久啊，我嘛袂记伊长期以来，都入来做足久啊啦。就开始做，就拢有，迄阵有一个店伫阮的边啊遐啦，吼，啊伫遐用用的吼，啊较早来食啦。啊，即摆遐即摆改无啊，无迄阵，啊，阮就去菜市啊收迄个塑胶袋啊，吼。收人个卖衫个啦吼，若卖衫个较清气啦。啊，就一个早头就伫个我咧十二点遐人咧收单，啊，就去收塑胶袋啊。你那迄卖衫个塑胶袋足清气呢？迄个卖衫个吼，迄卖衫个塑胶袋还拢装衫裤吼，足清气个啦。啊，我就甲讲，恁个塑胶袋啊吼，迄个，恁若卖了，互阮敢好？讲好啊。我讲，我差不多恁卖了是，阮来收吼。讲好，安尼你找我伫个十点半至十二点来收，啊，我就拢好恁。哦，真啊，阮迄时阵十一点半去收，哦，大家拢嘛收甲欢喜啊，卖衫的塑胶袋足清气的啦，伊迄都洗衫的嘛。你买好了？对呀、啊，简单啊。简单哈、哦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
剪掉就好。好，拜拜。出世在台南麻豆的陈国千代，五岁时阵爸爸就过身，伊佮三个兄弟姊妹完全是靠妈妈一个人饲大汉，同款的命运后来也发生在伊的身上。好佳哉，伊的先生往生的时阵，后生查某囝拢已经大汉，毋免伊来操烦。即马千代佮后生新妇大做伙，日子算讲过甲真清幽。观世音菩萨、地藏菩萨上正神啊，信徒只个感恩，感恩你爱保庇信徒，看你只一家大小平安安尼吼。阿水、阿公、阿妈、阿豆上、妮上、阿水啊，今仔日吼，阿水嘿，阿你请你带来。不得来保佑，保佑咱全家吼，安大家拢平安吼。啊，你这个孙啊，吼，伊还啊读国中吼三年啊，吼，啊，请你倒来保庇，保庇予伊安尼安尼安尼事业学业安尼有进步吼。啊，一家大小大家拢平安吼，安尼感恩，再感恩，再感恩。对。系。这边孙兄诶。嘿，迄阮孙兄弟，伊陈阳水嘛，伊名做陈阳水啊。啊我拢嘛叫伊水诶，水诶。哦，伊走足侪，当伊五十八岁就走啊。安尼到即马二十冬。嗯。伊就干那一个感冒尔，啊感冒到尾要怎败血症？干一个感冒尔，也无迄落。感冒，嘿，若干一个感冒嘛，啊感冒，讲哪有疼，啊哪有疼就怎，我讲啊无咱来市里病院看，讲好，啊那开车去市里病院看，看看咧，即摆回来，诶是讲哦，伊过足艰苦，我讲啊无来圣台风看，讲好，啊去圣台风看是看看回来，哦，就讲伊足艰苦，我想讲讲叫阮女儿回来，安尼阮女儿回来时怎，我那个飞去圣台看，医生就讲。哦，伊这个感冒严重嘞，伊这败血症啊嘞，吼、哦，听一个败血症嘞，听一个有够艰苦的，啊，就安尼往生去啊，嘿啊。好佳哉，伊原来无拖介久，哎，你若讲若拖久就足艰苦，好佳哉，伊原来做福报的，嘿，无拖介久，足艰苦的吼、哦，想着伊足艰苦，伊是一个标准的先生啊，啊是迄囡仔标准的爸爸啊。所以吼，真啊想着伊吼，足艰苦。阮出厝边嘛拢讲吼，伊有够好个，伊有够鼓励个啦。那林先生吼，无得过伊找个啦，真正做人有够好个啦。哦，就是对我做好，我较会遮艰苦。伊个人吼，迄性有够好个啦，也袂起性地，也袂迄个安尼吼，迄性真好安尼。哦，无伊哦，伊交迄同事是有够好个啦。迄同事坐伊往生了，同事不是嘛拢敲电话来咧问我，问我看我身体好无，最近好无安尼啊，嘿啊。所以啊，即当时你甲恁先生买即间厝。嘿，哦，爱准备伊时吼，搁贷款，迄阵我嘛去做工呢，为着贷款吼。嘛去做工呢，啊做甲贷款入了，我就怎啊无做工啊，嘿啊。恁差不多几岁啊？我迄阵哦，迄阵40-50。嘿，40-50，迄阵40-50，啊，都迄落嘿来看看咧，讲安尼好，学校伫对面，啊，遮呢吼，阿哥坐平，哦，安尼，即间厝做伙拍拼起来啦，嘿啊。伊伫电力公司做主任。像服务所啦，吼，啊，迄阵伊伫山上服务所做主任，啊，拢逐日开车通勤，吼，拢开车一早去，啊，下晡下班当啊，安尼啊。开车。嘿，对，遮开车。我总嘞。嘿，山上啊，有一地啊咧，啊，无就无法咯。所以伊行走的时候，哦，我艰苦外久拢行袂出去，你敢知？哦，我艰苦到拢爬袂起呢，艰苦到也袂止安尼，啊，脚拢手拢会晓阮奶奶哦，讲哦，啊妈妈安尼较会使咧，安尼佫安继续落去哦，把阮倒去啦，阮女儿当下就哭，我惊惊死，讲阮妈女儿就讲妈妈，
爸爸我已经无爸爸，你哪个好我无妈妈呢？你哪个安尼继续落去哦？真正，阮也伫高雄伫上工咧教册嘛。伊讲，那安尼吼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呢？吼，妈妈，你着我拜托个啦，吼，你着较坚强个。啊，爸爸实在足好，爸爸无唔对啦，吼。啊，你着较坚强个吼。啊，你着安尼起来，吼，啊，趁饭安尼较放心啊，食头路。你若像安尼吼，我拢无心通教册，无心通食头路。啊，我着静静个安尼想想讲，有影呢。这个老命吼，爱顾顾好，能够落着再惊。吼，你若搁落着再惊，你若搁来倒落，落着再惊吼，安尼嘛袂用力啦。吼，啊，他妈想想想，啊，怎好坚持？怎安尼？卡苦啊，要当来吃卡苦啊，煮起吃呢，吼啊，渐渐安尼。啊，迄阵叫阮弟做伙伫电力公司一个太太，伊先来台南，啊，伊先来台南是来惊煮济安尼，啊，就讲。哦，我看你原来一摆行，二摆行足济，无吼，恁先生王先生，我看你艰苦，我切忝哦。你若无再行足济吼，我做烦恼你，做烦恼你到尾也唔知安怎安尼啦吼。就甲我讲，我讲好啊，哦啊我唔捌你，就甲我看架安尼啦。伊讲好好，这无啥，做环保啦吼，啊无就叫去进树堂啦吼，有福田啦有啥，啊就安尼去做。哦啊，怎做甲怎足欢喜，伊就讲好安尼，伊就放心啊。你知今麦要倒啊？哎，环保站，仁和环保站。啊，你用行的？嘿，我拢用行。足近呢。嘛还好啦，近嘛无讲太近啦，啊，我都袂晓骑车，只好就拢用行。你袂晓骑车？嘿啊，袂晓骑车。他搭车嘛袂晓？袂晓。嗨，你好。啊，杨叔交代哈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偶尔会想到他。心上有一点难过，哎呀，这么久嘛是会啊，因为夫妻感情太好啊，有放下了啊，就是安尼，嘿啊，所以我的女儿，那么打电话回来讲，妈妈，你身体得爱顾嘞，哈，顾好嘞，唔能够烦烦恼嘞，唔能够烦操心嘞，讲好了，会啦，妈妈身体家己顾了，我家己会顾好安尼啦，嘿，我拢甲讲，我拢叫阿水啊，哈。哦，阿水，吼、哦，即卖咱个家庭吼、哦，已经拢安尼平平安安啊啦吼，阿、哦啊、你安尼放心吼、哦，啊我即卖行住者，行到真欢喜安尼吼，哇，即卖也未烦恼吼，啊这囡仔也未讲好啊，落这囡仔拢真友好，哦，阿、啊、你叫你足放心的吼、哦，你唔免烦恼我会跟他讲这样。我头啊嘛唔知几摆住者是咧送啥。但是唔过，我袂去摆做者，我就拢捌来咧加减啊咧做啊。因迄阵无聊，阮拢去咧运动，啊有一半遐做者吼，有达成入来。啊讲啊，你也无用啊来做者。啊我讲好啊，但是爱有人带，我拢拄啊迄个走资，你甲我带啦，你甲我带几个档啊呢？